出来要来看这上新的消息，伫这罗山这温泉个区啊，咱也知影讲吼，即个受灾害真严重。啊，即马这公司的记者林静梅啊，总算呾对着这路来畅通啊，已经临在这温泉区内面。即马上新的情形，要请静梅来甲做说明，静梅。好的，主播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就在庐山温泉地区。由于经过一整夜的抢修呢，台十四线今天上午终于全线通车了，可以直接进入庐山。目前庐山的状况呢，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土石坍方的痕迹，整个路面上有很多碎石以及大水还是不断的往下冲。事实上庐山到现在路是通了，但是电力还没有抢修完成，整个是呈现了停电的状态。还好出太阳了，居民开始整理家园，而这个温泉饭店业者也表示呢，预计下个月要开始恢复营业，希望能够找回流失的客源。而这次庐山受创这么严重，还有几间温泉饭店倒塌，究竟为什么情况会这么严重？请看以下的这一则报道。车经过这个崩碎的石头路，差一点啊开掉的，加在大家倒三公司车才总算通过。虽然台十四线路况阁真歹，但过已经会当通往庐山，直到庐山果然并不全开，阁当看到串流的溪水。虽然天气已经放晴了，不过庐山的马赫波溪呢，水势还是很湍急。旁边可以看到，就是已经倒掉的绮丽温泉饭店。其实不只是绮丽，只要位于溪两旁的建筑物都被大水给吞噬。大水来呀！伫溪边建筑物拢起了了。住伫当地六十多年关住民就讲，因早就知影有这工。他们做布干的时候，弄小小小小，那就没办法，水很大的话没办法流出去了嘛。所以你们看到他们这样盖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替他们很担心？有，早就知道啊，早就知道水会很大。而且布洛克平指出，其实大部分的温泉饭店拢是违建的。经过当地乡公所以前的统计，只有四间是合法的业者。火化我知道，火化的时候好像四家而已。河流的地方、大水的地方，他们要盖那边就盖那边，盖那边啊，变成现在有古树了就没有了。点过当地温泉业者也是认为水头塌掉的才淹大水，点过因也相信这搭有真侪违建。陆陆续续经过好几任的县长，好。要辅导我们这边做合法的了，一直都市计划都没有实施，好，所以我们业者这边业者也不知所措，可是我们还是要生存啊，那生存所以就是继续的都有扩建的动作。造成这个庐山这么严重灾害，到底是天灾也是人祸，在期待国情派评断，只不过看到安尼都在河里面烟花够大水叠墙，轨道笔直的开发也是未堪的拄到这种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透过画面，会当看到这个庐山真正是受创真严重。另外，这所在就是这高官的风景区，对外这桥梁甲道路有闹滚来所在是垃圾，啊有八十外民众是掉地下，啊因有那申请讲五万公直升机会当该救援，啊毋过被拒绝，所以当地民众只好伫个军方甲救援人员的斗三工之下，行了三点外钟，总算是行出来了。高官对外唯一桥梁多明桥桥头已经被水掏空，甲对面道路的连接敢若剩护栏。受困高官的民众伫救援人员协助之下，慢慢爬出去高官。爱着囡仔，救援队员真小心向前刷抵挡。行过危险的桥梁，过爱过崩起山壁，军方有锁啊，保护民众慢慢向前行。几日间的大雨，高官对外联络桥梁、道路真济所在拢断去。八十外位受困居民，有要出来上班、上课的学生、上班族，阁有两个糖尿病偏癌患者想要出来，虽然申请直升机救援，但是防疫无紧急需要理由拒绝，只好家己救家己，行三点钟，总算平安出来。较离危险，民众讲，高官对外道路那是大雨，一定断去。真正希望政府把道路、各桥梁起价搁较稳固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